咁啊，有一首歌咧，我就發現咧，你點咗幾次噶啦呢首歌，咁但係咧，我以為我自己唔識唱，但係因為咧，原來我係成年都冇唱過呢一首歌噶啦。咁當我咧去聽翻嘅時候咧，發覺原來呢一首歌，我曾幾何時係識唱嘅喎，咁所以咧，我咧就唱俾大家聽先。只在眼前，醉醉往日旧情意，慢慢抱负与心愿。世界在转，星光在闪，万物也适应自然。现在你命或如愿，命运每天都变迁。得这默契，人流转，风光变。莫忧，仍然等那一天。以往大志，今天未止。旧日理想我没法圆，但是以后或如愿，梦幻理想在前面。只在眼前，醉醉往日旧情缘，慢慢抱负与心愿。世界在转，星光在闪，万物也适应自然。现在你或未如愿，命运每天都变迁。得这默契，轮流转，风光变。莫忧，仍能等那一天。啊、以往大志，今天没展。旧日理想，我没法圆。但是以后或如愿，梦幻理想在前面。好啦，咁啊，结果出咗啦，系咪？啊，出咗啦。好，我哋咧系一号赢咗嘅，系咪？呢首歌小米喺旧年嘅生日会喺中环唱过，你仲支持添啊？嗰阵好感动噶，系啊。因为点解咧？嗰日阿伟咧，佢 send 翻俾我睇啊，我先发觉原来我系呢一首歌嚟嘅，我系已经忘记咗，因为我实在唱得太多歌啦。我发觉咧，唉，都唔知道。究竟是啱定是错？因为点解呢？我呢唱的歌呢多到 不得之了。啊咁啊即係大家见到呢每一次的主题呢其实都有不同的歌啦。啊咁啊每一次的直播呢亦都不同的歌啦。我都不知道是否对定是错。因为我发觉呢实在太多
嘅歌咧，我係真係唔記得我自己唱過。咁啊，呢一首歌咧，記得當日咧係阿容生介紹俾我唱。咁啊，歌詞亦都係非常之好啦，我都好中意呢一首歌嘅。啊，咁啊，奈何真太耐冇唱啦，所以我真係唔記得咗。但發覺咧，阿偉一 send 俾我嘅時候咧，佢話：喂，唔係啊，當時你唱過，跟住佢 send 翻佢條 YouTube 嘅片俾我，就係當日我生日嘅時候唱過嘅呢一首歌。唉，咁我先發覺原來我係唱過呢首歌噶。支持小米 ，Yeah，Thank you， 多謝 Tony，Yeah， 甜美嘅歌聲啊，呢首歌真係好聽噶。呢個係曾魯德唱。啊，多謝阿容生啦嚇，容生介紹呢一首歌俾我聽啦。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我都唔識呢首歌喎。咁啊，As my happy why don't， 哈哈，好啊，多謝你啊 ，Gabby。輪流轉風光轉，記得你喺中環唱過一次，係啊，冇錯啊。因為要植啲晶片喺個腦度，唔得啊！我的腦咧已經咧由七秒記憶咧變到得翻三秒，唉，好勁啊！勁乜鬼嘢啊？你咪中勁，你咪傻噶？你咪中勁啊？玩嘢咩？好啦，咁啊，孤單的心痛係咪？好啦，咁我哋咧就可以揀呢個孤單的心痛啦。咁啊，希望我唔會揀錯版本啦，啊，因為實在太過我之前有冇唱過嘅呢首歌《孤單的心痛》？有啲歌咧真係會把我遺忘。之前咧可能我成日都唱噶，跟住發覺咧，唉，太耐冇唱嘅時候咧，真係唔記得咗。直播之後出歌 list， 其實我以前有噶。你再睇翻我早期啲嘅直播片係有噶，不過咧。后期我冇乜时间，大家直播即系当我直播完咗之后咧，其实就例如星期四咁啦，直播完咧，我已经散咗啦，成个人通常咧一直播完第一时间就咪啦，嘣就瘫咗喺后边个梳化嗰度就唔识喐噶啦。咁继而咧就可能瘫咗一阵间咧，之后即系边开住自己个直播去听听啲歌，即系听下自己嗰日唱得有几烂嘅时候啦。咁啊即係通常，都冇聽幾首，我又走咗去做呢樣嗰樣，跟住然之後就要瞓覺啦。咁然之後就輪到去到星期五又有其他嘢忙，即係朝頭早晨雞又唔早要翻工。小米自己唱過一次，邊首啊？你話嗰個《孤單的心痛》？下一輪係嘛？我要聽搭車去食魚蛋粉咩嚟㗎？或者生日食月饼咩嚟噶？咩嚟噶？星期六你唱啊？星期六你唱啊？咩嚟噶？呢个咩搭车去食鱼蛋粉啊？咩嚟噶？系咪你作噶？真系有呢首歌啊！冇呃我喎、啊。好，下一轮系咩歌？系咪下一轮咧？我哋会系有一号系小薇，二号系有福气，一号系小薇，二号系有福气。Billy Sir 话小米失忆得好劲，系啊，即系搞唔掂啊！我发觉而家咧，即系可能唔知系咪因为我唔够瞓啊，精神唔系太好啊，咁啊再加上咧平日咧太多嘢做咧，我啲记忆真系越嚟越差，所以咧就我谂真系要 reboot 下自己先啦，点样 reboot 唔知啊。好，我哋孤单的心痛，诶，有男女嘅咩？首歌男女噶，合唱噶，首歌唔系噶嘛？等先吓，我用另外一个睇呢度有冇先，合唱噶首歌，孤单的心痛唔系一个人嘅咩？字都唔识打啦，去惠康用百家现金券，正啊！识用一定系咁用啊！Thank you。
演唱会版嚟嘅喎，呢个系咪咧？大合唱。爱与情似场梦，仿佛给操纵，留下你偷偷的哭泣，我已经不懂心痛。寂寞时孤单等你，在深宵多冰冻，越要不想起，但却偏想起共你虚假的抱拥。也许我无神离别，或你会了解在孤单的心痛，你会发现这当天的弱势竟已看不懂，却知道原来缘尽，在你与我之间爱意有着裂缝，感觉不再相同，热爱今天已是冬。爱与情似场梦，仿佛给操纵，留下你偷偷的哭泣，我已经不懂心痛。孤单是孤单等你，在深宵多冰冻，越要不想起，但却偏想起共你虚假的抱拥。也许我未曾离别，或你会了解在孤单的心痛，你会发现这当天的弱势竟已看不到，却知道原来缘尽，在你与我之间爱意有着裂缝，感觉不再相同，热爱今天已是冬。竟已看不懂，却知道原来缘尽，在你与我之间爱意有着裂缝，我早知相爱是难永远，但我真心意断送。孤单的心痛，我谂紧呢首歌叫咩名字？孤单的心痛，现在小听过小米唱呢、这个孤单的心痛啊，现在既不孤单又不心痛系嘛？得谢希希，孤单真系好心痛啊！但系有小米永远就唔会孤单系嘛？得谢欣欣 ，thank you。呢首歌完全反映到我今日全日嘅心情系嘛？就系听住啲同事喺度闹嚟闹去啊！我估 Billy 想听。搭错车同埋月亮代表我哋劲啊，咁都俾你理解到，犀利啊惩罚！喂，头先系边首啊？头先系边首赢咗？系啊嘛？啊！
头先系边首赢咗？等我睇先啊，二号。有冇见到我跳舞啊？哎，翻嚟咯喎！唔系，可能我电脑开得太多嘢，电脑开得太多嘢咧，佢就 stop 鬼咗。翻嚟啦系嘛？系啊，翻嚟啦，翻嚟啦，翻嚟啦！加咗嘅时间要补翻啦嘛，加咗个两分钟啫喎。短线呢家嘢我最有经验啦 ，Billy 话冇嘢噶 ，OK 噶吓，跳下舞咁样就翻嚟噶啦，我哋系 OK， 你啊，你啊，正啊，诶，但系头先系边首我都唔记得咗，啊，有福气系嘛？见到啊嘛，见到我喺度跳舞，劲低 B 啊，成件事。你喐到条线？唔系啊，系应该系我开得太多嘢喺个电脑度，咁咧佢个RAM 咧食得犀利得滞。好喜欢小伟这些动作是吗懒叻玩一轮是吗不是啊我开得太多东西了剛才所以呢他他就变成这样咯是吗拜神要买线是吗买条线来拜神是吗不是我是要买部电脑来拜神啊我部电脑负荷唔到头先开得太多嘢 ，OK， 好啦，咁啊，我哋嚟啦吓，我哋补翻头先嗰首歌吓，呢、這个系头先未唱补咩？嚟，我哋咧唱翻头先嗰上一轮嘅歌吓，下一轮系咩歌？等下先，下一轮系咩歌？下一轮咧系咧，一号咧就系、是、呢、這个假如真的再有约会，一号跳得好好睇系嘛？多谢。好彩我冇做嗰啲咧，啲咩滑鼻孔嗰啲，俾你哋睇到啫。声画唔同步啊？啊真系噶？我哋唱咗歌先啊，处理一下吓，处理一下，我哋叫阿工程部处理一下先。咁等下先啊，呢、這个头先讲咩？又流汗啊，我滴汗啊，真系好。剛才是一号，一号是这个的假如真的再有约会，二号是外婆的澎湖湾，现在 OK 了吗？多谢 Thank you， 多谢通知一下。一号是假如真的再有约会，二号是外婆的澎湖湾，跳得好搞笑。我剛才是有福气啊。打到紧啊！等等啊！没有花都让我拥抱，拖着落日自己去起舞，如没声母听我倾吐，买亦买到幸福花简谱，或我只需独个洗澡，挂念你或会洗去全无，然后着上毛巾外套，疲倦让我睡了再祷告，原来我已经有福气，天大地大大于生不死，怀念你一次便老化了天气，港湾不禁也白雪纷飞，不要去羡慕，不要去妒忌，真的不想得到这福气，美丽过的结局美丽再回味，旧相片曾一起还有你。
让我关张，又再洗澡，盼望泡沫再一次糊涂，来代替我如一张数，谁来话我没法过得好，原来我已经有福气，天大地大大于生不死，怀念你一次便老化了天气，港湾不禁也白雪纷飞，不要去羡慕，不要去妒忌，真的不想得到这福气，美丽过的结局美丽再回味，旧相片曾一起，还有你羡慕，不要去妒忌，真的不想得到这福气，美丽过的结局美丽再回味，旧相片曾一起，还有你忘了你，还有你还爱你。有福气，听到小米唱歌真系好有福气嘛！多谢你啊 ，Tommy。波超瞓觉啦系嘛？星期六见啦！你刚播《忘记和记》都好听系嘛？系啊，其实我都有听啊，不过咧《忘记和记》系两个人唱嘅，佢同麦浚龙唱，所以咧我就冇拣到。有机会下次如果有朋友上嚟嘅话就。就唱呢首歌啦。thank you， 多谢。啊，转个头佢哋又翻嚟噶啦。啊，因为通常咧卡机都系咁样，一卡机咧就会走咗啲人啦。跟住然之后，头先走咗一半啊，真。因为大家咧都弹咗出去，跟住然之后再入翻嚟睇下得唔得，跟住弹出去又再入翻嚟睇下得唔得。出面条街好冻，你仲未翻屋企啊？你系咪啱啱喺音乐室啊？PC 同步啊！诶，而家同唔同步啊？而家同唔同步啊？而家系咪同步啦？系嘛？头先我见到话唔同步，跟住而家又话系咪同步咗啦？哎呀，系咪个延迟又大咗 ？OK 系嘛？啊，好啦。哇！争一票咁大把，你哋真系好叻啊！真系睇住嚟投噶，真系睇住嚟投噶，你哋好犀利。不过可惜啊，真系争过一票啊，争一票就争一票啊！哇，而家真系争好远，我个网络起码争冇百，唔系8秒咁少，起码争10几秒。唔见咗八达通，八达通，哦，玩嘢。OK， 我哋系一号赢系咪？好啊，一号赢嘅。OK， 咁我哋下一 round 咯，下一 round 我哋会有咧，一号系几番风雨，二号欲断难断。诶，我而家要点歌，做咩都发好兜啊？好，一号是几番风雨，二号是欲断难断。刚才我看到容珊和郑小姐两个都说，哎呀这首歌好好听啊，两首歌都好好听，我很喜欢的两首都。假如真的再，哦，少了个再字。再。有约会，多了个字。remix 版 ，remix 版唔得嘅喎，嘣嚓嘣嘣嘣嘣嚓，揾下第二个 app 先。
死，难感性，迷失方能找到期待爱情，梦中见亦高兴，能将心灵希冀尽说明。谁决定人本性？或许生命中有埋没姓名，纯真爱难记忆，人间本来应该是有情。望这不再熟悉破落孤城，何以变了这样宁静？长街失去欢欣笑声，留下我孤单的一个生命。凝望这风雪，未知哪日会停。来世你我要是重影，能否找到彼此背影？假如全无凭无证，谁决定人本性？或许生命中有埋没姓名，纯真爱难记忆，人间本来应该是有情。望这不再熟悉破落孤城，何以变了这样宁静？长街失去欢欣笑声，留下我孤单的一个生命。凝望这风雪，未知哪日会停。来世你我要是重影，能否找到彼此背影？假如全无凭无证，原谅我当天不懂得珍惜，只知任性。坏事情唯愿你此刻可于虚空中将心聆听，将来若真的再有个真的会再有这样心情，我以天为证，跟你带领。我以天为证，跟你。真的有个约会，你们的投票吧。好啦，那么这一 round 是哪一首歌赢呢？是啊，几番风雨呢，是999朵玫瑰的粤语版，没错。那么罗文那个是几去风雨，我上次都搞错了。哇，多谢你啊 ，Vinny。Vinny 嘅直播啲声都好正噶，另一个层次啦吓 ，Vinny 嗰度嗰啲人系 live band 啊，九十九点啊，二声啊，二系咩嚟噶？欲断难断咯。二声啊，系咪出咗嚟噶？喂，小钟喎、啊，喂嗨，你好啊，
见你唔到啊，啱啱先见到你喎、啊。喂 ，Hello， 你好啊。薄喇叭都好好听啊嘛，唔使戴耳机啊，正啊 ，high 快到出啲，超正啊，系嘛？我平时听下 Andy 直播都系用我嘅 HiFi 听，将佢投射上个电视机上面，劲大过 Andy 咁啊，一比一咁样，跟住之后喺个喇叭即系 HiFi 嗰度就出声。诶，头先系咪出咗噶啦？个结果系咪二啊？哦，系、哦、出咗噶咯，欲断难断。点解冇人问？冇人答我？答咩啊？你问咗啲乜嘢啊？点解歌都未唱完就点票嘅？好难去做呢一个嘅。咁啊，其实咧一首歌咧都已经三分几四分钟噶啦。咁咧，其实呢首歌仲系4:25嘅。咁咧，其实已经好多时间俾大家去投票噶吓。咁我相信咧，即系保护艺人咧，佢嗰个时间出嗰个票咧，其实都已经是等于了大家是点完的了，因为其实大家投票呢是很快的，你不需要想四分几五分钟即是想投哪首歌的、啊、喂大佬啊，你都是给一分钟你投的嘛，这里成四分几钟你不是投不到的嘛，啱啱先啊，喜欢哪首歌知道的嘛，啱啱啊，诶，系欲断难断啊！我唔记得咗啦，又嚟啦，欲断难断，欲断难断，我喺咩 apps 嗰度 download 嘅咧？我又要揾啦！啊，大家倾住偈先啊！我又要揾歌啊！欲断难断系边个唱噶？我揾翻个歌手出嚟先。大家欲言又止，欲断难断，我有点眼瞓啊，只眼涩涩地。我是计 MMO 做直播，比其他真的好声，冇得笑。多谢 Billy。欲断难断是边个唱噶？睇先嚇，係咪呢個 app 咧？我唔記得咗用咩 app 啊！上次而家咧，因為我重開咗部電腦咧，我搞到佢咧嗰啲延遲太長啦，十幾秒之後先至俾大家聽到我講嘢咧，所以有啲哦，陳美玲嘅係嘛？哦耶，陳美玲嘅。但这个得一 map 的版本，不知靓不靓声，试下先。边度系啊？玩嘢啊 ，Kita 哥。哇，好似听紧啲唔知咩收音机咁样样，唔得唔得，拣个第二首先。搞笑啊！哎呀，上次系边个 app 噶？好讨厌啊！究竟有咩 app 噶？上次欲断，俾大家清静下个耳仔啊！唔好嘈啊！和谐，唔准嘈！我你唔系唔记得我唔中意大家做啲乜嘢噶？吓、啊！你哋成日都系咁样嘅，你哋成日都系咁样咧，我系唔中意，我坚系唔中意啊！即系我嗱，我中意嘅嘢咧，我会同大家讲；我唔中意嘅，我都会同大家讲。即系我坚系唔中意你哋咁样嘅，知唔知啊？即系你咁样搞到咧，你要我情何以堪咧？吓、啊？吓、啊？即系你想我睇住你哋喺度吓，睇住你哋喺度讲，搞到其他人唔中意、唔开心，跟住然之后我就扮冇嘢喺度唱歌，啱唔啱啊？唔系噶嘛，唔系咁样噶嘛，系嘛？我睇直播，大家开开心心噶嘛。啊，我讲过好多次噶啦，唔好再系咁啦，好冇？好冇？即系我唔想公开咁样闹啊，知唔知啊？知唔知啊？乖啊！即系
即係你要去到咁嘅情況，我就唔想咯，明唔明啊？啊，大家嚟呢度係開心噶嘛，係嘛？係嚟玩噶嘛？即係唔係咁樣？下一輪係乜嘢？下一輪係一咧就係也曾相識，二係望穿，你好開心係嘛？Billy 好開心係嘛？啊嚇啱啱啊嚇啱啱啊鄭小姐啊，真係嬲噶，我真係唔中意，我已經講過噶啦。啊！我之前已经讲过我中意啲咩，唔中意啲咩。我想你点样，即系我唔希望令到即系其他嘅朋友咧喺度睇直播嘅朋友而唔开心咯，好嘛？即系我几努力去做有咩用咧？你搞到其他人唔开心，咁你即系将我嘅努力去推翻啫，啱唔啱啊？啊！真系啊，大胆！好，我哋再播个。哎呀，死啦！我会唔会唔记得咗咧？如果唱得不好呢就多多包涵，因为我怕我忘记了怎么唱。断难断，完全是你的印象，充斥于心里面。由那次说了以后分手，越恨越怕你出现。有断难断，难明白我心里面怎么竟挂念。由昨晚到白天的天，尽是念你想你未眠。制止心内混乱，不多管身边一切关怀，同情兼奉劝，还是找上你，要你了解我，知我现在仍痴恋。也许今日是梦，不多管他朝再变多难圆，仍愿意和你寻多一个梦里片段。完全是你的印象，充斥于心里面。由那次说了以后分手，越恨越怕你出现。欲断难断，难明白我心里面怎么竟挂念。由昨晚到白色的天，尽是念你想你未眠。制止心内混乱，不多管身边一切关怀，同情兼奉劝，还是找上你，要你了解我，知我现在仍痴恋。也许今日是梦，不多管他朝再变终难圆，仍愿意和你寻多一个梦里片段。身边一切关怀，同情兼奉劝，还是找上你，要你了解我，知我现在仍痴恋。也许今日是梦，不多管他朝终变终难圆，仍愿意和你寻多一个梦里片段。好似仲记得喎，大家点多啲啊，因为呢耐咗冇唱就唔记得㗎啦。好啦，下一轮呢就係、
也曾相识赢系嘛？我哋都系 last round 噶咯呢个。啊，小米我都好乖嘛。小米我都好乖，我要 share share 咁啊。点解要 share share 嘅？有水准正好歌，得谢。我想唱啊嘛，唱啊，唱啊。喂 ，Billy， 你唱呢啲歌应该几好听噶、哦，真系噶、哦。不如你下次试下。喂，就星期六啊，唔系喎，星期六，但系冇八达通。讲啲乜嘢啊？我想唱但冇八达通系咩意思啊？捉摸唔到啊！你嗰两下手好好睇，嗰两下手，边两下手啊？死啦！呢个系刘德华，呢个吻先啊嘛！我睇下碌埋上面先啊，我都好乖啊，抵石系嘛？系啦系啦，全部都好乖吓。嗱、啊，记住啦吓、啊，千祈唔好搞到咁啊，知唔知啊？乖啊，我都知道你哋好乖。我用个难堪啊，可惜海洋公园冇开。先我要也曾相识，系也曾相识。好嚟啦，也曾相识。心底要说话有许多，这暖暖眼神一碰，却要顾及效果。冷却了内心灼热，身躯已在茫然跌坐。猜说你冷冷心里，又有没有再忆起我？会恨我那一次做错，没法飞奔于当年重头识过，想抱着你去解释经过，为你分担心中无穷痛楚，怀着千般失望千般失落，一再去流浪，怀着一分激动一分希望，匆匆再次回望，毕竟算是曾经努力过，分手也是曾经相识过，知否爱若遗失所得几多。心底要说话有许多，这暖暖眼神一碰，却要顾及效果，冷却了内心灼热，身躯已在茫然跌坐，猜算你冷冷心里，又有没有再忆起我？可会恨我那一次做错，没法飞奔于当年从头识过，想抱着你去解释经过，为你分担心中无穷痛楚，怀
着千般失望，千般失落，一再去流浪，怀着一分激动，一分希望，匆匆再次回望。不竟算是曾经努力过，分手也是曾经相识过，知否爱人为失所得几多，怀着千般失望，千般失落，一再去流浪，怀着一分激动，一分希望，匆匆再次回望。不竟算是曾经努力过，分手也是曾经相识过，知否爱若为失所得几多，不竟算是曾经努力过，分手也是曾经相识过，知否爱若为失所得几多。相识上一次第一上次是第一次听小米你的 live， 今次听你唱咁多好听 ，thank you， 多谢你啊 ，Kathy， 见到小米唔会眼花，我最乖冇出声，打和咩啊？打和咩？头先系咪噶？唔好压，咦？多谢，我要碌翻上去睇下先吓。多谢阿 wing 啊，多谢outlook， 多谢 kita， 多谢你哋嘅 super chat。有冇漏啊？我惊漏咗，等我揿翻取消呢个先。玩得开心得滞啦，系嘛？所以都唔记得咗，都唔记得咗究竟系玩完未啊？系嘛？阿 Steve 瞓咗冇出声，阿 Steve 唔会嘅。小米嬲起，嬲你哋笑到漏晒，好甜，多啲激佢系嘛？吓，点解要咁样啊？好衰啊！即系中意睇我嬲嘅样嘢。大家按打和要求唱多首《白金星降机》啊？点解冇巴士？又打和《白金星降机》点啊？即系点啊？小米唔算嬲，都冇爆粗口，系咯，冇错，都系。我仲未知道发生紧啲咩事啊嘛，嬲嬲嬲嬲喺个状况外啊，喺状况外啊嬲嬲，大家话打和唱多首，点啊？你哋系咪想听啊？想听咪唱咯 ，OK 啊，唱咯唱咯，好啊，听听先，你哋听咪唱咯。而家11:07，我哋唱多首都唔系好多时间啫，吓系嘛？白金星降机啊嘛，想听啊，做顺德人先，最中意就做顺德人噶啦。见到你同 Andy 系最开心，希望可以快啲见到你。好啊，好啊，好啊，好快噶啦，好快会见到噶啦吓。系啊，系啊，大家听日啊 Andy 直播喎、啊，大家记住记住啊，7:30去睇佢嘅全新嘅直播吓、啊。我哋2021年啊 ，Andy， 我哋终于等到佢有直播啦。咁啊，所以咧。大家记住下，听日夜晚嘅7:30咧，就去睇下 Andy 直播啦。啊，唔知佢今次可能又唔知介绍啲咩口唇膏啊，定系点样样吓，唔知佢啊。我哋听日喺阿 Andy 7:30啦，喺 Andy 嗰度见啊。哎呀，但我听日要 OT 喎，边 OT 边 OT 边听歌，我就未必会打咁多字啊吓。听日因为我要做嘢啊，听日好多嘢做啊。唱最好一首。系嘛，识货嘛？不如整翻晚儿歌之夜啊！之前咪做过咯，一次儿歌之夜，听多首先瞓。好，好啦，诶、嗱，相中要求啦，白金星降机系嘛？吓，咁啊，儿歌之夜可以再做嘅，但系我要再揾多啲儿歌咯。如果你想听嘅话，可以翻去我哋之前咧有一集系做儿歌之夜嘅。
话时话啦，大家知唔知小米呢一个节目呢、这个直播节目做咗几多集呢？听日冻啊，小米着多件衫，知道啦，小晶妈妈。好啊，支持到底啊 ！Yes， 哦，啊，大家知唔知小米而家呢一个直播做到几多集啊？啊，Andy 小钟唔会上嚟吧？唔好掂佢，又嚟啦系嘛？唔好掂我，啊，唔好掂我啊！好啊，白金星讲嘅系嘛？唔知啊嘛？我今日有睇过呢、这个130集，边有咁多啊？超过100集都冇咁多。我今日睇过本集，今日呢一集，今日呢一集系第69集。第69集小米呢一个嘅与你共聚音乐分享嘅直播啊，今日系第69集啊，我哋下一次就第70集，咁啊一路储啦，储够100集嘅时候谂下100集我哋搞啲咩好嘛啊，大家记住，哎喂，未 like 嘅就快啲 like 啊，未订阅嘅快啲订阅啊，我知道有好多人未订阅嘅，因为喺我睇我嘅数据嘅时候咧，我发觉咧睇我直播嘅人有一半都系未订阅我嘅吓，咁所以咧未订阅我嘅你快啲订啦，我哋睇到你哋快啲订阅我啊，知唔知啊？啊因为咧我睇到嘅吓，即系睇我直播嘅人咧，即系睇我 channel 睇我直播嘅人有一半都系未直播噶，唔系未直播黐紧，未订阅嘅啊啊咁啊，所以记住啦啊，咁啊，我哋咧下一个小 target 啦，就系2000啊，我哋下一个小 target 系2000，而家系1730啊，我哋下一个 target 2000，大家帮帮忙 share 出去啊 ，share 出去，下一个 target 2000 ，OK， 哈，好啦，咁啊，未订阅嘅订阅，未赞好嘅赞好啦吓，咁啊。下面呢就留言啦啊，就唔係而家下完咗条片之后。好啦，我哋嚟最后嘅一首歌下送俾大家，白金升降机。茫茫茫人在仰望，要看我那娇美状，一身星光像有千只火箭碰撞，难怪咚咚咚人在空洞，各界要抢先赞颂，冲冲冲冲令太空星宿也震动震动，而我像乘坐白金升降机，直上顶尖。宇宙中踏着月星进献祭，地球着迷跳起。系啊 ，Ben 讲得冇错啊，记得揿埋个钟仔啊，有啲咩片即时可以睇到啊！亮亮亮，燃亮四面。我以笑发光发电，闪闪闪闪，令到黑暗失去信念。我就像在云雾里面，醉眼看四方八面，不需飞箭便会飞，不需要接受训练。而我像乘坐白金升降机，直上顶尖地。在宇宙中踏着月星震天机，地球着迷跳起。在宇宙中踏着月星震天机，地球着迷跳起。Wow. Thank you.多谢多谢大家，多谢阿 Wing，thank you， 多谢你嘅 super chat， 好耶！诶，播翻首黎明嚟了结下佢先吓。哇，呢个好长噶，
哎，啱啦，最好戴翻条颈巾。我有啊，郑小姐。哎呀，我有啊，我有啊，我有温暖牌啊，我有戴温暖牌噶，知唔知啊？多谢希希 ，thank you，thank you， 多谢大家。越唱越劲，冇人能及我埋。我仲有进步嘅空间嘅，我仲要好努力去练习啦吓，训练自己咁样啦吓。咁啊，所以咧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嘅包容啦吓。因为我知道咧，每一次嘅直播咧，其实都真系仲未咩啊，仲未抌啊，点会抌啊，傻噶！这个温暖牌，哎呀，这个温暖牌是我的、听完就拜拜了，是吧？好正，是吧？好啊，那么摆在前面。好啦，那我有戴的，真的，因为姐姐的颈那里。喂，水晶，我刚才都见到你，我忘记跟你打招呼。好，那么我要讲什么？我忘记了自己讲什么，有些织得很漂亮，是吧？出自我哋美丽动人又好 warm 嘅郑小姐嘅大镬，我冇晒进步空间系嘛 ，Billy 啊，Billy 梗系有啦，我哋每个人都有进步空间嘅，大家一起努力吓，明天见啊，好啊好啊，水晶。晚安啊，大家啊，非常之感谢大家啦吓。咁、啊、记住啊吓、啊，如果大家咧未订阅嘅，记住订阅。咁我相信呢度好多人都订阅咗嘅吓。咁 啊， 有啲睇重播噶，或者系未直播嗰啲嘅话咧，大家记住订阅啦吓。我哋咧下一个 target 系2000 ，OK？ 要瞓觉啦，下次见系嘛？我头先见到噶你嗰个雨中的交响曲啊嘛，系嘛？我 mark 低个我会吓。郑小姐，我条都仲喺度啊嘛。米粉晚安，系啦，讲结尾，系我要讲结尾啱。仲未眼瞓啊？唔系啊嘛，我眼瞓啊，我个脑停顿咗，我个脑停顿咗，唔知自己想做乜嘢啊！唉，好啦，我哋真系要瞓觉啦，小米要去冲凉瞓觉，眼瞓啦，啊，好听啊，唔使惊瞓唔着啊嘛，多谢你啊 ，Flower。诶，你系Flora Oil 咯，下次想听放生，我会记得你。你哋喺下边打好唔好啊？喺下边打好唔好？我惊我记唔到咁多，你知我噶啦，由七秒已经变咗三秒啦，系嘛？咁啊，所以咧，大家记住咧，留下留言俾我，想听咩歌嘅，记住留下留言俾我，我尽量安排，好冇？咁啊，试下睇下有啲咩嘅主题可以塞到你哋想听嗰啲歌咁样咯，好嘛？系瞓咗嘛，个脑瞓咗，系啊，所以咧就尽量塞到就塞啦。因为其实每一次嘅主题歌咧，其实入边都包括咗好多好多大家嘅点歌嘅，之前嗰啲啊，咁啊，所以咧就努力去清啦，其实都清咗好多噶啦，已经啊，咁啊，希望到时可以去什么啦吓啊，咁 啊大家记住啦吓、啊，星期六咧，我哋咧就系、是。由这个小米 Mila 与你共聚音乐分享呢、这个节目调动呢就变成了这个僵尸兄弟音乐俱乐部啊。咁呢到时呢我哋呢会见到我哋几位嘅歌手啦。咁、啊、另外仲有一啲嘅乐手啦。咁一起呢去同大家去唱歌嘅。咁啊一样时间都系8:30啊。虽然呢节目名就星期六。不是这个小米 Mila 与你共聚、分享音乐咁样啦，不是音乐分享啦吓，咁、啊、但系咧，大家依然咧系8:30嘅时候咧入嚟 YouTube 就冇错噶啦吓，约定你啦，星期六啊，知道吗？我要见到你啊，大家 ，OK， 好啦，突然间变咗条线，系啊，我要，唔得啦，我今日唔练啦，我唱咗咁耐唔练啦，我要瞓觉啦，好眼瞓啊，听日先继续练啊，好啦，拜拜。多谢大家记住留言，记住分享，记住赞好啊！多谢，我哋星期六夜晚8:30再见，拜拜。